啊，那小话笑啊，是对了头。啊，为了咩啊？只要你老母，阮遐就无闲的吼，那卖刚刚看，卖靠搭嘴过。我心目只不管是嘛是不灵样。哎，看，是讲一件代志，我想无啥会通的。你看迄个艾薇有无？各方面的条件拢遐赞，啊一看吼就知影讲伊对你足有意思。你是安那无安尼吼？规气甲拍起来做咩？ 我改不来电，无闲啦。我明仔载哦，一透早起去家人，看我电波回。我袂记来。哎，爸，你哈早困呢？我那开个，今嘛阁唔肯交女朋友，除了因为细汉的时阵受到老母的影响以外，敢会另外有原因？ 那是因为查甫人迄方面唔敢讲出嘴的秘密，安尼要哪样？安尼想要替我端庄接待，啊，唔提这代就当真啊。来，凯啊，我咧讲，爸爸看你不管是真唔忝哦，专工甲你穿这款，真正作战的保佑啊！你得来食看卖。 保佑啦，我唔免啦，你家己留一个食就好啊。我咧讲，那你食绝对比我食佫较有效。我讲哦，我甲你带咧，你个袋仔内底，啊，你若感觉忝忝吼，不管是你就甲食，互你精气神十足，保证啊。水果，身体难之行。 安尼，你真正一定爱食。拢是你呀、啊，这么厚话，你无伫咧正台面头前替我讲话就准拄煞，佮伊讲哦，我安排伊妈相亲的对象。 嘛，正凯一定真无谅解，我都唔知要安怎甲解释。你有老实讲啊，讲你是为着郑凯好啊。叶小秋，本来老实讲，郑凯介水，我呢啦，你替我参加时间呢，我来去好好想看后边安怎面对郑凯的友，我才过来。淡季咧啦，爱花，较冷静的啦。我想要安怎冷静啊？郑凯要来啊呢，我真正唔敢面对伊啊。郑凯伊唔是无讲道理的人啊，虽然你即个想做啊较离谱，啊，不过我相信伊若是知影你是为伊设想，一定会体谅你的啊。太勇敢的嘛，想你搁给他创哦，那有这么困难啊？刚刚你要秘密一世人哦、啊，啊我。 人来啊！恁豆豆讲，我来准备开店。我是你的头家，搁命令你，都来陪我啦。好嘞。嗯，恁两个人有话直接讲，搞当作是空气就好啊。啊，唔过袂当歹声声哦。徐阿伟，你是不是欠我一个解释？